底蛋。10月19日，潘晓婷分享了一段自己对战台球大爷的视频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视频中，潘晓婷一进球台就指点大爷的球技，没想到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问他：“小姑娘，你会打球吗？”在收到潘晓婷的对战请求后，大爷非常不屑。第一局中的潘晓婷假装新手，拿球杆的姿势让大爷怀疑人生。看到潘晓婷没进球，大爷潇洒地拿起球杆，轻松果断地进了几个球，惹得潘晓婷连连夸赞，还兴奋地拍打着球台。没成想，大爷冷漠地让他赶紧摆球，不要影响自己练球的时间。被大爷碾压气场的潘晓婷决定认真起来。在接下来的两局中，大爷被打得坐立难安，更是被一句啊大吓得差点没拿稳球杯。据范范了解，潘晓婷拥有高超的打球技术，多次获得世界冠军，被誉为中国的九球天后。如今看到她和小区大爷切磋球技，不少网友调侃她扮猪吃老虎。对此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